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Elite Crypto。如果你是订阅者，我会要求你点击那个按钮；如果你不是，我会要求你点击订阅的不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只是想直播这篇评论，不是给你多做的特别建议。我们所以做的只是叫资金介入市场的项目。所以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们正在并入一种叫做 Beyond Protocol。你们认识，很多人一直在说这有可能比比特币更大，所以这有Beyond Protocol 比 Bitcoin 更大。所以大家，我们一起说现在他们的团队是。斯坦福工程师来自 IBM、亚马逊、高通的互联行动的高管，他们的技术先进的 DLT 打消除了骇客攻击兵用于在任何识别组合，上过经少日应用程序。他们的时尚是未来先祖组合的识别比人多了。现在我们在他们的网站，他们的网站，所以你们可以看他们的白皮书在这里，他们的 Telegram 在这里，他们新的可能，所以我们看看他们的白皮书在这里。大家Beyond Protocol。是由硅谷的技术专家由2018年1月创立，旨在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应用，两万项智慧的保障项力量 Beyond Protocol，消除了骇客攻击并入算计了几次对几次的夹击转移，有了。安全性 Beyond Protocol 让我们可以轻松地打开我们的识别进行协作，线上线应用使用它们，我们中间的梦想就可以将我们从未想过的发明编织在一起。算机能数据、相机、手目 GPS、互联网两者关键的应用。程序使得改变了整个行业，例如优步和 Instagram。从 Beyond Protocol 中可以在任何物联网设备组合之上设计，大型应用程序。从智能遥望到卫星，想象一下那任务，将包起主妇、无人机魅惑。无人机像印度的金山大几乎小，费用已确定最佳路线。Beyond Protocol 旨在尚未计算的到多远？经过1年多的研发，在2019年，数 Beyond Protocol 的团队向少数合作伙伴推出了。提醒技术的意思对待，该技术允许其合作伙伴通过一些代码，通过一键签名启用，设备之间的安全消息的力。第二是为设备配备的基于加密货币的支付网络。目前这两种功能都没有相应的解决方案，所以 Beyond Protocol 纯粹为识别安全和从消费直到识别的支付，以及很快在识别经历中构建正式使用的解决方案，并实现了一个为了在这个为了正在一个正义战胜邪恶。技术可以创造一个更安全、更美丽的世界。所以1年多的研发，Beyond Protocol 端的性能，说很多伙伴退出了，
其性结束的意思是迭代，该技术允许其或左或边通过，以新点码。所以从今年要玩到卫星，先先一下研究进宝，其几乎无人知魅惑。我认有很多人，他们说这个可能它比Bitcoin 高的，所以现在我们看看他们的 Telegram，有很多人，没有很多人，他们做在工作在这里没有，我们说说现在，所以在他们的 Telegram 有35000。833人，所以很好的，是不错的。他们是新的，可能没事吧？他们说，现在我们看看他们的白皮书。所以大家，我们现在在他们的白皮书，我们看看。他们说，设备的是经典加密货币，传统在接下来的一百年已经亚麻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看，区块链，物联网是新世界的结果，但分布式账本结果应用于物联网。第一是。规则上了变化。第二是，有了给定的安全性，我们就可以开放我们的设备，进行协作，像线上一样使用它们。首先，我们中间的梦想就可以将我们从未想过的发明标志在一起过性。看看，当时有很多的意思，所以在2008 Apple 新的 App Store 有新的所谓了，为了提供商店建创造新的很多行业，所以今年园区前几次无人机所移植盈利能了，这当是消防员，所以是行业加密货币对的设备，所以大家在这个白皮书有很多内容。如果您需要更多信息，可以私信查看。你们可以来在他们的网站，这是 Beyond 的 link。所以你们可以看，你们可以认识这个很多内容。所以，伙食们，我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希望下次见到你。别忘了关注他们的电报和对答，还有我们的。希望你喜欢这个笔录，照顾好自己。再见。